你不是走了吗？我要是走了，你刚刚就被那帮白痴烧死了。谢良辰、谢湘，你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水吗？ 你说过，这是你和你母亲最后一张照片。我本来已经要走了。 我本来已经决定把你让给他了，现在我反悔了。谢翔，这是你自找的。你听好了，我爱你，谁也阻止不了我。我父亲不行，沈君山不行，你也不行。 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，我爱你。